这雨继续灌，狗头 VN VN 狗头人，狗头人玩的还挺多，狗头人挺弱的，其实。尤其是碰上那维恩，那都碰都碰不着就死了，可笨了，没突进技能。这狗头人什么出门？多兰顿。没突进，没位，一抓就死，然后打人还打不过，害怕维恩来了。狗头人一级学 E 的吧，我估计是学 E 的啊，手艺人呢。学 Q 吧，哎呀，这干哈呢？这野区啊。揉一下 ，EA， 我的天哪，下路双杀 ，A， 闪现吃药，往下走吧，我们跑得快，没事，这耗子追不上我，哎，你说你红不打，你跑过来追我干嘛呀？你俩干哈呢？我都让人追了，你们俩在做什么呀，兄弟们？杀耗子，这都给眼儿了，这都。我们立一功啊！别请我，别！我佛了，大哥！哎！冤有头，债有主。谢谢梦境翱翔的伴侣。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你们俩要是吵架，你们仨人吵架关我什么事儿啊？跟我有啥关系呀？哎，真累呀。真是累。我到了。这卡牌没蓝是个什么情况呢？这什么情况呢？这卡牌还回头啊？哎呀，这有点烦呐！加血，加血，加血，加血！这咋这么老缺人？加血！这卡牌切牌，我跟你们说，
运气挺好，第一张就是蓝牌，要不然他就死了。不是蓝牌啊，黄牌。我攻速不太够。野区大乱斗。我看看他们因为什么吵架了，看一眼啊，没怎么吵架呀，这不行，这不能打，这兵太多了，有点稍微少点兵我都跟他打了。我要是个禁夫或者是武器大师我就跟他磕了，猴不行，猴没有办法规避小兵的伤害。哎呦操！先把饼干给他吃了，等个六级啊，这波能杀这狗头人，只要我们等六就可以了。我需要炮车死 W 开起来 AQ 转起来，不行，哎呦让他 Q 到我了，这波升级升慢了，略微有点升慢了呀。能杀了被杀，不是那个兵啊，我如果不用 W 过去补的话，这个狗头人是能打死的。升级升慢了，哇塞，这狗头人三个头难啊！饼干全吃了，哎，我被我吓当了，漂亮啊！他饼干还都吃了，挺好。这把我们看来是需要一个布甲孩了，跟这个狗头人打啊，不可以是水银孩。完了，兄弟们，我开始卡了，打电讯区开始卡了。哎，好烦！不行，下回这电信局还是不能打。他不会分离者了吧？马上。就走了，没事，退出重进就好了，没有用退出重进了，等我死了对吧，我还是得出三项，我需要这个攻速，叫啥呢？叫啥呢？我这猴哑巴不说话呀，这猴不笑啊。这又谁的传送啊？哎呦天，他们家的传送这个多呀，
他们家至少能有仨传送。妖这为什么传送过来了呀？换路了。得，又清我一波兵。吃他的野，我没空吃他的野，没关系。他能帮我把这塔皮全吃了，也还是可以。虽然分他一半钱吧，不过没事，我们只要把这塔拆了，就非常的 beautiful。我们先扫一下，看看哪里有眼儿啊？没有眼儿的卡牌可以死，在这等来。哦哟，赶紧退游戏。两个虚弱吗？刚才啊，刚才两个虚弱。哎呀，我刚说出布甲骸，又出水银骸了。对面如果这么一直抱团，我是没有机会的呀，没机会杀人呢。也没有小龙争，对面也没赏金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打峡谷吧呢，反正也没事干，狗头人也杀不了，那卡牌又大。慢慢发育吧。一个被塔杀，一个被狼杀。你看这卡牌有大。直接九头蛇吧，下件装备直接九头蛇。我们去下路把下塔拆了。一条小龙还行吧，勉勉强强。哎呦我操！漂亮个蓝枪，这姐像个畜生一样，简直是畜生。妖子是不是以为自己有点无敌呀？我这一看，
哎，纯是畜生，真的。好多虚弱呀，真的虚弱，全是虚弱，咋那么多虚弱呢？不是妖这无敌，那直接人跑了，你给我放个影子，是不是咱也算是能做点事儿？你说，哎，算了，拉倒吧，随便玩一玩，尽力而为吧。反正他们比较菜，做什么也是比较合理的，慢慢玩吧。对面我发现他们也不打呀，也不抱团推，就拖。对面拖，我跟你们说，其实一点用都没有。对面拖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他们家拖，越往后打越打不赢。先杀维恩，再杀卡牌 ，AQ 抽，好，转儿，打工了。你看他们家，越往后打越打不赢。我不是说威音老鼠狗头这个问题啊。我是说他们家腰着还有卡牌的问题。啥好的，我先走一走， ADC 跑一下， ADC 我补个车，哎，抽甲猴，溜溜球，这红我都不尝试去，这蓝我都不尝试去拿去了，因为我根本拿不着，我直接回家了。下件装备我们出黑切，黑切出完我们出死亡之舞，黑切死亡之舞配一个蟹手应该用不上，出一个那个塞瑞尔达的怨恨会好很多。把小龙拿了，快跑啊，进呐、啊、这进也太惨了吧，这进算了，我不上，人有点多。先把这卡牌杀了，维恩都没在呀、啊，蓝枪死了。哎呦，不行，好痛啊！这狗头人打我，等狗头人那啥没了呢。这两个玩的也太幼了，这就剩你一个了，那腰子咋跑了呢？
那腰子怎么跑了呢，小伙子？还打一半腰子跑了？还行啊，这确实是行。这家伙，我们去把那边红打了啊！他去守那劫去了。哎，这腰子，把耗子杀了。嗯，算了，没杀了，把红拿了吧。耗子没杀了，别带，你要死。这波你再带，你百分之百要死。我跟你说了，你要死，你不信我。跑得好快啊，这居然让你跑了，我是没想到的，兄弟。嗯，现在差点穿甲，差一个黑切，但我没那么多钱，我杀的人不多，这把我只杀了六个而已。看看这波对面大龙会不会打啊，我扫一下来，没打，还好，把这蟹打了，我们家已经两条龙了。我上野区找一找这耗子，看看这耗子上哪去了。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对面的耗子，知道吗？维因有蓝盾都没用，只要他敢上来装，我就杀他。我的妈呀，那二四那幺四幺的劫都能杀人了，现在兄弟。哎，薅着。为啥耗子没在里边啊？这不应该呀、啊！这可不对呀、啊！这卡牌有沙漏了，不好杀了啊！这个卡牌，看看对面几个人啊！放针眼儿，你是真有水平，兄弟！装甲猴，我们补炮车死了得了啊！这波跑不了，他们家四个人，我们已经是跑不了了，我也不跑了，拉倒吧。我们也无需再跑，这下路我发现啊是个是非之地，咱们不能搁下路带线，搁下路带线就很有可能就会被集火。打眼儿啊！这劫也开始像人了。往我这儿走来，这个维因我来杀。
我。这，哎呀，这减速减的有点多呀，这减速啊，上级了，还是上级了，刚才不上好了，还是上着急了，连死两把有点伤啊，稍微有点断节奏了啊。我护甲太低了，没有护甲，魔抗也低。现在几乎我们就是一个小脆皮，你知道吗？非常的脆，只是血量多一点而已，其他的就非常的脆。看看打没打大龙啊？应该没打。也是狗头人可以杀呀。哎，这卡牌真是烦死了。这卡牌真恶心，我今天必须追这卡牌。咋那么多虚弱呢？你家虚弱全给我上了是不是？闪啥能走啊？打大龙来，把大龙打了，剩个耗子，没事，剩个耗子不足为惧啊。那卡牌就控我，也不控，不控别人。你控控别人，控控这蓝枪啊！你是当一个我们家唯一的近战，真是难受。家没了，我来守一下吧。我靠，这门牙都能掉、啊、先回趟家，出点右装。跑得好快呀、啊，这 ADC。这 ADC 422的移速，我们才390，你想想这猴，跑的是真慢。你真不怕死啊，兄弟！你连个闪现都没有，你敢这样玩？我先去上路推了啊！这也不打架呀，哎呀，就一直带线吧，那就带，给对面带没了，那就是上路马上带没，中路马上也带没，下路已经没了。对面是不是少个人呢？我觉得，怎么感觉少个人呢？好像。你们好像打不过我呀，兄弟。嗯，几个人啊？那都推基地，咋不管呢？就管我，就管我，管我干啥呀？这
我不管了，我拆基地了。哎呦我操！这也能行，随便玩一玩吧，能赢就赢，赢不了就拉倒呗。我们反正奔着赢去。